李国浩博士，今天上午是由中央林业院长钱思亮陪同，到了南岗的湖石墓园，悼念这位时代的学人。李博士在胡先生的墓前先行30公里，然后献上鲜花一束。他在献花之后，站在胡先生墓前沉思很久，眉宇之间好像勾起了许多他和胡先生之间的往事。他追溯说，他是在民国24年第一次在美国的加州大学见到了他心仪已久的胡适之博士。那个时候，李博士还是一个学生。之后，李国浩博士又在钱思亮等的陪同之下，到了胡适纪念馆参观，在那里，他一一的参观了胡先生生前的许多遗物。